欢迎莅临今晚的中信爱乐师生庚子岁末联合公演。1970年，中信立校由创始人高振东老师倡议，并携杨新海及杨洪秋霞伉俪，郑金龙老先生、武纯仁校长、朱志成老先生共同捐资兴办。今年2020年，正是中信立校50周年。
冷藏，风雨不能阻隔，总有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，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
中信爱乐师生的联合演出，谢谢林心一族葫芦丝之友乐团，丁正阳先生，谢谢今晚的表演者，因为有你们精彩的演出，让我们拥有了一个美好而难忘的夜晚。